压压的最后一个一个蛋，一个西兰豚菇，它昨晚呢就给我们来做 tripod 所使用的，所以说我们就先在一边打上我的 mano。好哦，我们就放上下上下来穿它，上下上下穿。同样动作，我们要重复三次。三次了过后，我们只要看到可以有三次了过后，我们不要穿我们的 mano， 这边整个是 mano， 所以说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这边绕，每一边也是一样绕三圈。接下来这边也是一样三圈。三圈好过后，我们就在我们的这边做一个结尾，也是一样打一个 mano 上去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可以开起来。这边主要是可以开起来给我们当我们的这个 tripod 做使用，只是因为我这个太小，所以不方便做成 tripod， 主要就是绑成这样子吧。这就是一个西兰的菇。